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果丁。今天我们要介绍打宝练功的部分。那我们要介绍的地方是伊瓦王国的海底，也就是海鹰地间的四楼。那我们首先我们打开我们的 PS 模拟器。那海鹰地间四楼，也就是海底啊，它在哪边呢？我们首先打开我们的地图。我在这边，然后点选世界地图，好，一过来这边有一个伊瓦王国，我就点进来。好，它这边目前的编号是06，所以我们点进来就可以飞过来了。然后这边入口，飞进来之后，这边就是一楼嘛，海鹰地间的一楼。那我们先从一楼走到四楼，走给大家看一下。那海鹰地间的时间是5个小时，跟那个奇岩地间是共用5个小时，所以如果你在奇岩地间用了3个小时，在海鹰地间就只剩5个小时了，他们是共用的。那它另外一个共用的对象是龙之谷地间，龙谷地间跟这个伊瓦王国的地间跟奇岩地间是共用5个小时的，所以当你5个小时之后用完之后就不能再进来了，这三个地方是共用的。我慢慢的走过来一楼。这是二楼的楼梯，它这边有很多楼梯啊，对，然后这个楼梯是二楼的。接下来我们到二楼了，我们一样用走的方式走给大家看。这边的路你也可以用飞的啊，用二楼飞比较方便。就飞来这边有神女的地方，然后来找这个洞。通常二楼我就会用飞的，因为比较快。然后这边就要小心这个神女，不要被他们围住啊！神女很痛。接下来我们到了三楼，伊瓦王国地间的三楼，我们一样用飞的。然后我们要找这个楼梯，这里的洞就是进入四楼的。那我们在进入四楼之前，要使用这个伊瓦的祝福。这个商店有卖，使用后这里。在水中呼吸1800秒，那如果你没有买的话，你如果身上没有买没有下来，你都会一直扣血。那你就可以马上到这边来，这边有一个鱼人是卖杂货商的意思，就是有卖水的，你就在这边买水，买那个一碗的祝福，这边一个500。这边就是可以让你在四楼买水啊，补充能量的地方。那这边海底的怪物啊，有这个希尔戴斯，这是属于远距离主动怪物。那这边的怪物有好几多的啊，很多怪物都是主动的，像是这个，看一下哦，像这个希尔戴斯嘛，
还有这个灯笼鱼伊莱克顿，还有鲨鱼啊，鲨鱼跟古鳗鱼，还有寄居蟹都是主动怪物，所以他们看到你就会跑过来打你。等一下，然后这边有一只，然后这边有那个鲨鱼，还有古鳗鱼，一大堆。所以当怪物比较少的时候，当那个玩家比较少的时候，怪物都会爆头啊。然后就要快点用这个瞬间移动点头飞走，到怪物少的地方练。这边建议玩家等级最好是60以上，然后防御要有负80，90会比较稳，防御负90的话会比较稳。这边宝物也蛮多的，然后这边还有一点就是，这边有一些怪物，像这个水母啊，这个水母，还有这个海星啊。他们会让你中毒，那中毒了会怎样？中毒了，如果你没有用解毒药水，哦，死掉。你没有用解毒药水，你就会被石化，石化你就会站住，但就不能动嘛，可是你还会受到攻击，所以石化是很恐怖的。那建议，如果玩家来这边，就是解毒药水要带。然后还有这个伊娃的祝福，伊娃的祝福也要带，因为一个只能用30分钟，最少要带个4-5个，然后解毒药水要带个100罐，这样才不会被石化。你看，中毒之前要快喝这个解毒药水。这边有超多怪物的。看一下有哪些宝物。好，首先是这个美人鱼的部分，美人鱼啊、托拉坎啊、红水母、蓝水母、美人鱼啊，这些都会掉这个阿尔巴斯的执念。阿尔巴斯的执念就是这个火堆，这个可以卖20000块，之前有介绍过了。那还有这个人鱼，人鱼就是。男生的这个人鱼，这个人鱼会分那个艾尔木的祝福，就是那个妖精的头盔，还有水灵手套，是比较低等的怪物啊。那我们接下来看别的，这边有这个咒诅咒的巫女沙尔，会分这个火堆，还有三无壳蟹人，三无壳蟹人会分这个黄卷跟影子手套，那影子手套会在那个黑妖改版的时候才会开放掉落，所以目前改版还不会掉落这个。然后这边还有卡普就是刚刚类似人鱼的那种。暗恐怪物，然后它也是喷五环卷，然后希尔代斯就比较好，希尔代斯会喷这个魔法能量指出，还有这个精灵水晶生命的祝福，就是珍珠啊，就是水妖的技能，可以帮你全部的队友补血。接下来就是这个水龙的守护者。他会掉落这个海神三叉戟，
荧光斗篷和水晶手套。好，这三个木桶价格都蛮高的哦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这个水龙的带皮，也是跟水晶手套和水灵手套。然后它是主动怪物，来飞一下。哎，这个就是这个做诅咒的巫女，就基本上没什么宝物，所以飞来这边我都会再飞到别的地方去。介绍了，然后海星会喷那个火之甲破坏者，也就是手破啊。那目前手破的价格是蛮高的，然后他也会喷珍珠，他会喷那个珍珠，然后鲨鱼他会喷这个珠，然后鲨鱼他是主动的，攻击力蛮高的，所以当你被两只以上的鲨鱼围殴的时候，你可以选择马上飞走。不管打他的话会消耗很多红水。接下来这个伊莱克顿，伊莱克顿就是会头上有一个灯笼的那个灯笼鱼，然后他是主动怪物，他会分开缺跟这个极道落雷。好，接下来是海洋龙龟，海洋龙龟的外观跟乌龟的外观是一样的，那大家一样也会分这个点名裤子，然后还有深渊戒指，还有幽暗钢爪，那幽暗钢爪也是黑曜的装备，所以在黑曜改版之后才会推出。哦，那接下来是这个阿尔波斯菲斯。跟阿尔波斯卖家，他们两个喷的东西就差不多啊。啊，它的重点就是乌托斯水，乌托斯水，这个妖精的嘴妖的一个道具，一个技能，是非常强的一个技能。好，接下来就是深海鱼，深海鱼跟古曼鱼啊，他们都是会喷水晶管件，那这两种怪物都蛮强的，有七只的。那水晶短剑在天堂爱里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武器啊，是骑士啊骑士在用的。好，它有对不死器有增伤的效果，有相克。对，拿水晶短剑去龙之谷练功是非常好的一个武器。然后再把它用武器属性强化，从火属性到龙之谷地界那边会下下叫，攻击力非常高。接下来我们介绍到大蜈蚣，都是这边海底的 BOSS， 还有会喷一些龙卷龙布啊。是多米，那它有一个分南部，好，那通常遇到它，你就会被它打死，因为它的中毒，它会让你中毒，然后中毒是非常痛的，一秒破300，所以当玩家如果装备比较弱的时候遇到他就跑走会比较好。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些装备啊，放大一下。
像这都是水晶宝剑啊，小怪有伤害值，所以然后它是匕首类的，所以它攻速很快，伤害又很高，然后有躲过啊，帮它抵挡。这是几类的武器哦，如果你用几类的变身，像是。这个拿长枪的，这有一个类似长三角形的，这个就是拿长枪用的，就可以两个攻击范围。接下来这个是防具的部分，这边有荧光斗篷啊，那荧光斗篷跟。看头都是看头的强化版，因为它的模仿啊，也会随着你的加持装备加持来增加，装备加六哦，它的模仿也会真的上升很多。那这边还有水晶手套啊，防御负伤负三，等等啊，不止等等。然后接下来这个是妖精的头盔跟水灵手套，还有深渊戒指，深渊戒指有增加回魔的效果，所以如果你是法师可以装备一下。然后接下来是异人类的有乌夺之锤，还有生命祝福，还有洛雷，就这三种敌人。好，这个、就是开启的一些怪物啊，跟一些装备啊、道具、宝物之类的。那来这边打防御主要是升到90会比较好，90就可以扛很多只啊。我们大概背一下。介绍就是你来海底之前一定要先准备这个伊娃的祝福，然后也要准备这个解毒剂，那你在村庄都可以买。我补充一下，点这个点下去，어서오세요좋은날이죠，下面就有卖毒剂，这边也有，好，就是注意这两点啊。然后你的防御就是负90负八，90跟80是差很大的，最好可以用到90会比较好。好，以上就是这一次的介绍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以上是这次的分享。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，请在影片下方点选喜欢，并订阅频道，感谢你。